2011年度蒙牛三三乳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校园人气组合，得奖的是至上励合。恭喜超哥们，至上励合，好样的！恭喜！请两位嘉宾为至上励合五个帅小伙颁奖。哎呀，很久没看到他们五个穿一样的衣服了啊！等一下，大家，我们等等，我们要大声点的喊出我们的名字才可以。所以给他们几个。OK。一二三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张麦至上励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至上励合张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至上励合李茂。大家好，我是至上励合刘周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至上励合马雪阳。Hello，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至上励合小五金恩生。感谢 Music Radio， 感谢蒙牛三三乳，感谢我们公司，感谢我们辛苦的歌迷，然后这个奖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同学们一直以来陪伴我们的成长。对，那其实作为校园人气组合，也是至上励合第二次得到这个奖，所以说特别特别的荣幸，也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带给大家更多更好听的音乐，谢谢。好，在这里还要说一句，要感谢天娱传媒还有我们公司的老板，最后还要感谢我身边的四位还有自己，谢谢。谢谢谢谢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恭喜至上励合，一会儿期待你们的精彩演出了。好，加油，我们请二位继续来开奖。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刚刚领过奖的至上励合，他们今天觉得格外的幸运，所以马上呢就为我们带来这一首你们都会唱的 Lucky Boys， 一起来。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最受欢迎组合，得奖的是至上励合，再次恭喜恭喜至上励合，嗨了嗨了嗨了。
为智商励合颁奖。有请何老师。小五拿去吧。哇哦！谢谢何老师，谢谢田馥甄女士，谢谢。那我们再次说说我们的名字，大家好，我们是Talk Back智商励合。谢谢大家，再次感谢 Music Radio 猛龙孙胜主一直以来给我们这么高的鼓励和认可，感谢我们的经纪公司天娱传媒一直以来的理解和信任，还有感谢我们的制片师们一直在那么努力的给我们投票，大家辛苦了。对，今年是记得三年前我们智商励合第一次站在套榜的舞台上，我们也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。没错，今年是我们第二次站在这舞台上，拿到了最佳欢最受欢迎组合奖，也是一身白色。然后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这三年我们也经历过很多，未来的很多年我们也会经历过更多东西。然后不管怎么样，我也希望各位在场所有的朋友们要去感恩，去记住所有生活给我们带来的荣誉也好和挫折也好，一直要加油，加油。最后一定要提到的是，谢谢大家支持，一如既往的支持智商励合的原创音乐。叫他补一句，我觉得不说这句我会一辈子的遗憾。我希望回去之后 Hebe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，我的微博叫做智商励合刘周成 Kenny。 谢谢。好了好，最后说一下，然后接下来智商励合一定会改变，然后但是不是改变自己，而是真正的做自己，会很难，但是我们会坚持，希望大家多多鼓励和鞭策，谢谢大家。谢谢，谢谢智商励合，再次恭喜智商励合，继续加油，谢谢。关于微博的问题 Hebe 自己考虑一下哈。因为你关注一个就要关注五个。